各位同学好，今天我们来讨论，补充讲义里面有关于理想气体动力论的几道题目。首先，第一题，某一个密闭容器中装有以摩尔单原子分子的理想气体，温度从 300K 升高到 600K。容器的体积假设不变，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A. 气体的密度是原来的两倍。我们来看这个选项，气体的密度是质量除以体积，气体的质量，分子的质量除以所占据的体积。那么这个问题呢是密闭，所以分子数或者分子量没有改变，体积也没有改变，所以分子分母都没有变，因此气体的密度也不变。第二个问题 B，气体的压力是原来的两倍，对不对？那我们就利用 PV 等于 nRT 来讨论。我的 V 是密闭容器所占据的体积不会变，摩尔数不会变，气体常数是常数，所以 P 跟 T 的关系是正比的关系。所以呢，既然是如此，那你的温度是 300K 到 600K，所以600是300的两倍，因此压力是原来的两倍。B 是正确的答案。再来 ，C 气体分子的方均跟速率是不是原来的两倍？那我们的方均跟速率是根号里面分子 3RT，分母是大 M，大 M 可以是分子量，而 T 大 T 是绝对温度。所以呢，如果它的分子是一样的，那就是分子量一样，所以呢，状态温度不一样，所以跟温度、绝对温度开根号有关系。因此，方均跟速率呢，300K 到 600K，所以方均跟速率后来的会是原来的几倍？那就是600除以300是两倍，可是还有一个开根号。因此，方均跟速率的这个二呢，是应该要改成根号二。再来，气体分子的平均动能，平均动能呢是跟绝对温度成正比，所以300K 到 600K 温度是原来的两倍，所以呢，D 是对的。再来是升温的过程中，他要问你总共吸收多少焦耳，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内能是二分之三的 nRT。那现在呢，温度改变了，所以吸收热量呢等于打一，那就是二分之三的 nR 乘以温度的变化等于打 T。好，那我们要看它是它的绝对温度。因此，带进去二分之三乘以一摩尔乘以8.31或8.32，这是气体常数，乘上温度变化是300K 到 600K，所以是600减300。数据带进去很接近3744焦耳，也就是选项所写的3.74乘以10的三次方焦耳，所以正确的答案是 B。第一、三个答案。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第二题，看看第二题问我们的是什么问题。第二题呢是2008年的指考题目，我们看看这个题目问我们有哪些。有一个静止且密封的容器内，有热平衡的两种单原子分子理想气体，分别是2摩尔的气体 X、1摩尔的气体 Y。
已经知道 y 的分子量是 x 的分子量的两倍，下列叙述何者正确？两种气体分子的总动量不相等。好的，这两种气体分子都装在哪里？装在密闭容器内。密闭容器内的状态是什么呢？是静止。所以既然是静止，那这样的一个总动量来讲呢，就应该是要合起来的总动量是零。所以他告诉你说两种气体分子的总动量，所以呢总动量是零，因此可见零的话那就是要有正负关系，所以它的值是不是应该要相等啊？不然怎么会总和是零呢？也就是正的跟负的这两个应该要相等，所以答案呢我们应该选择相等。再来第二个，两种气体分子的方均跟速率相等，那方均跟速率相等跟谁有关？跟分子量有关，跟绝对温度有关，开根号。所以第一个呢是温度，它既然是放在同一个密闭容器内，又说是达到热平衡，所以最后两种单原子分子的理想气体温度相同，那现在就是分子量不同。分子量呢是 y 是 x 的两倍，所以呢在分母又开根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判断是方均跟速率不相等，所以可见它是一个不相等的，没有问题。 C X 气体的分压是 Y 气体分压的二分之一。好，那我们要看看分压就是压力啊，每一个这个单原子分子所占据的它的压力分压，那分压呢跟谁有关？当然 PV 等于 NRT， 我们可以知道跟它的摩尔数有关。那摩尔数是谁比较多？哦， X 是两摩尔， Y 是一摩尔，所以 X 的分压是 Y 的应该要写两倍，所以它应该是两倍。再来猪选项， X 这个气体的分子总动能是 Y 气体分子总动能几倍呢？是不是两倍？好，那我们就看看总动能是不是分子的总数乘以二分之三的 KT。 可是现在呢 T 是相同，所以不管是 X 也好还是 Y 也好，它们的分子的平均的移动动能应该是相同。现在呢他问你总动能，所以总动能要乘以总数目，总数呢结果气体 X 是两摩尔， Y 气体是一摩尔，所以可见呢 X 的总动能是 Y 总动能两倍，没有问题。在哪里呢？在摩尔数，摩尔数 X 是两摩尔， Y 是一摩尔，所以猪选项是对的答案。再来一，X 气体分子的平均动能是 Y 气体分子平均动能两倍。我们刚刚谈到的一个分子的气体啊的平均动能是跟温度的一次方成正比，所以是二分之三的 KT， 所以温度呢是相同的，因此它们最后的平均动能也是相同，所以一选项呢应该是一倍不是两倍。最后总结，这一题的答案是第四个答案。再来我们看看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我们选择的是106年大考中心的研究用试卷。我们来看看这一题，这是106年的大考中心研究用试题。他说有一个引擎的气缸内部封装的 N 摩尔的单原子理想气体，测试的时候气缸密闭，假设气缸壁跟活塞都是绝热，测试的时候可以经由电热丝对气体提供热量，所以这个密闭容器里面呢有一个管道是电热丝可以提供它热量。再来的话，它是气缸壁跟活塞，他特别提到的都是绝热，也就是它不会对内也不会对外，它会有让它热量的传输，不会的。那么接下来呢是理想气体的常数，代号是8、代号是 R。 所以现在呢我们来看看第一个问题，
活塞固定不动，活塞固定不动意思说那这个整个的体积是不会变。那计算这个时候气缸内 N 摩尔单原子理想气体，单原子理想气体的热容量。好的，我们知道这个课本教材告诉我们的，在气体呢是 N 摩尔的单原子的时候，那如果温度是 T， 假设是 T， 那它所具有的内能就是二分之三的 nRT， 那我们可以把它变成是热容量，气体的热容量乘上温度，因此二分之三的 nRT 等于 CT， 这个 C 大写的 C 我们代表是热容量，所以热容量就是二分之三的 nR。 再来第二个问题，在初温时如果温度是 T0， 这个是绝对温度 T0， 然后呢把活塞呢慢慢的往内推，往内推，好的，对气体做功，所以对这个密闭式的气体做功，做功是多少呢？做功叫 W， 可是 W 呢是 nRT0， 结果是温度升高了，也就是增加它的内能了。那么计算一下气体温度会变为原来的几倍，那我们来看看，原来如果是在 T0 的时候它就具有二分之三的 nRT0 的内能，现在有人帮助它又对它做功，所以加了 nRT0， 那这样的话就是原有的内能加上外界对气体的所做的功，就是等于后来的内能，后来内能也是二分之三的 nRT， 只是我们代号要写 T， 就是末温，所以你把前面数学加一下，二分之五，二分之三加一是二分之五 nRT0 等于后来的二分之三的 nRT， 所以你去比一比 T 就是三分之五 T0， 所以是原来温度的三分之五倍，这就是气温温度升高了。再来继续的是第三个问题，他说以电热丝对气体缓缓加热，那就会膨胀咯，所以就是说我若电热丝对气体呢产生的是热量，就会让它的容器啊，它的体积就会膨胀，往外膨胀，而且在气温恢复的时候，恢复到原来的温度时，那我们就说 OK， 温度最后是不变，跟原来一样，那这个时候问你体积变成原来的三倍咯，那计算这个时候压力是原来几倍，那我们就用 PV 等于 nRT， 就密闭式里面的理想气体 PV 等于 nRT， 那 N 呢这是没有变，那 R 呢也没有变，那么这个时候他又告诉你，假设这个时候温度恢复的时候跟原来的温度是一样的，所以 T 也不会变，因此 P 跟 V 就是成反比，当你的体积是三倍的时候，我的压力就只有三分之一，所以最后答案是三分之一的概念。好，这个题目就是我们理想气体。另外呢，有一题呢，其实是之前已经讲过了，在这边呢也是给各位来参考的哈。那么答案呢，我也是把它写在这个后面。这一题呢是之前已经曾经讲过的大考中学研究用试题，是混合气体的讨论，所以这一题提供给各位参考，那么我们就不再说明，今天的讲解到这边结束，谢谢各位。